大哥，回来了，让你受罪了。大哥，能不能让商会的人再说说情啊？总不能这事发生了，就真的不让再开善堂了吧？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那个善堂不开也罢，毕竟是赔钱的营生，你说对吧，侍卫？那个。 你们俩先聊着，我去看看晚饭做的怎么样了。嗯，侍卫啊，坐吧。侍卫啊，我知道你心里有不满，说出来吧。大哥，3个月前您坐在同样的位置上跟我说，咱们不碰鸦片。 我记得，咱们聊过，而且我答应过你。可您为什么要出尔反尔呢？因为这个世界讲的是利益和游戏规则，并没有不变的承诺和道义。怎么说，善堂也是我的地盘，您要做鸦片，也得跟我先说一声吧。你对外放出风去说，要名声，打着这个幌子办善堂。 无非是想告诫自己那点说不过去的良心，但是你要把握一个度。要知道适可而止，说白了，人得认命。我不是不认命，我只是不想再走错路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你来的正巧，我本来想派人去找你，是怎么回事？ 20箱上好的烟土被水哥扣在了码头，打算让你过去跟他去聊聊，看能不能把咱们的鸦片要回来。什么？咱们的善堂卖了鸦片，已经抢了水哥的生意，您现在让我把20箱烟土给要回来？大哥，您这不是难为我吗？这件事情别人去办，十有八九办不成。但是你去谈，我非常放心，啊。 就这么定了。我说你冷静点行不行啊？今天非把叫程英的这个小骗子教训一顿，哪有这么道德败坏的姑娘？真是气死我！程英，这名字好熟悉啊！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是上次在咖啡馆门口给你说话那姑娘吧？她还去街舞台面试了，就是穿的有点奇怪。就是她，就是她把我害进警察局，把我栽赃了一顿。我算这个账，我就不姓钟。你给我站住！你什么你？你还有脸来？ 你知不知道进舞台的面试对我来说有多重要？我什么我呀？我得罪你了吗？你就戏弄我？可是你还好意思？可是，像你这种人，家里有点钱就随便欺负别人，活该被抓起来。这次算是个教训，让你体验一下我们这种人的苦衷。嘿，我还就不信了我。我要说的话说完了，就这么着。你给我站住！明明就是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骗我，还把我弄到警察局去了，怎么还成了我的不是了？啊，是，我是捉弄了你，是我的不对，是我的错。可是你为什么不反省一下你自己呢？ 我反省什么呀？反省为什么我家穷，所以买不起车票来上海？反省我为什么要改善家里人的生活，不惜背井离乡出来找工作？反省我为什么没钱买衣服去面试，所以被别人欺负吗？你随便找人来评评理，看我到底有没有错。我找就找。我来说句公道话，我觉得玩笑开大了，你得道歉。我跟他道歉？嗯，你是哪一边的呀你？ 谁稀罕听你们这些公子哥的道歉？你们就整天看着穷人的笑话，我认识你算倒霉。美女别生气啊，我先替他向你道个歉。在下卓山青，跟这位高先生吧，也算是半个朋友吧。但我和他的性格是迥然不同，我是很正义的。你边待着去吧，你个有异性没有人性。你才没人性呢！希望我再也不会遇到你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次是你把我搞得这么狼狈，万一我出什么意外，都是你的过错。哎。 姓程的，也算了，我委屈死了！你去哪儿？美女都被你气走了，不回报馆还能去哪儿？哎呀，回什么报馆？陪我走走。哎呀，陪我走走，陪你走。
你是第一次有人毫不犹豫地跳下来救我，让我在生气之余有了一丝小小的感动。 衣服合身吗？啊！打算怎么办啊？我还没有想好呢。我打算……怎么没想好啊？你穿这身衣服这气势，你要不当了大明星，你还真是可惜。别给我岔开话题，刚才都说好了。 你负责我所有的生活费用，并且找人教我唱歌，直到我重新考上劲舞台才算两清了。姑娘，他换你衣服是他不对，但你这条件未……怎么了？你们要反悔是不是？我还是去死了算了。人在那边。我知道。 像我这么一个弱女子来到上海讨新生活的确不容易，吃苦受累我都忍了，但是让我栽在你们这些小伎俩的手上，我不服气。我还是去死吧。我没说不同意啊，你那些条件我答应你不就完了吗？当作为朋友呢，我得劝你一句，在上海滩像你这样想成为大明星的女孩到处都是。 简直多得不得了，这条路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艰辛。所以你想好了，你还要继续考吗？那当然了，我一定得考上，而且我一定要成为上海滩最红的歌星。好，只要你努力，这份钱，哥给你出。真的，真的。兄弟，你手头好像……哎哎，庆哥，去给我煮碗面呗。 自己煮，咱们俩谁跟谁啊？你煮就是我煮，我煮就是你煮，谁煮都一样啊！我煮面去了。这回生活有着落了，对不起啊，抓子，我发誓绝对是最后一次讹你了。从警局出来，本来是打算找他算账，结果反倒被他讹了。你要是没有离家出走，讹了就讹了。现在你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了。 你干嘛还多养一口人啊？你懂什么呀？我这要投资，他要真唱好了，成了歌星，那也是我高文中培养出来的歌星。哦，是。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专栏作家南宫彦先生啊，在妇女新知上写文章，为女性打抱不平，半个上海滩都是你读者的人，被一个小姑娘给讹了。
不是说好不把我的笔名往外张扬的吗？如果被我爸知道了，我就是南宫燕，非把他气死不可。我让你给我找到写专题文章的事儿，找的怎么样了？早就找好了，一篇4块，就4块，这么少啊？大哥，我一天就2.5块，你就知足吧你。你以为穷日子这么好过呀？行吧行吧，4块就4块吧，大不了多写几篇文章就是了。哎，对了。 千万别把我的真实身份跟程英说。这有什么不能说啊？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女孩因为我是我自己而跟我交朋友的。那淑媛是为什么跟你交朋友啊？那是因为我是高昊天的儿子。哦，你看我要是个普通家庭的孩子，那种女孩连正眼都不会看我一眼的，你信不信？是吗？对啊，当然是了。 确定吗？废话，那这是什么呀？啊，哎，这是我离家出走那天，我落在这个大衣的兜里的。那您就随身带着呀。那我万一把它丢了怎么办呢？不是，你审犯人呢是吧？我真不知道淑媛喜欢你这榆木疙瘩什么呀。就是啊，不应该喜欢我，应该喜欢你这样的大才子才对嘛。那是，对不对？哎。 嘿，你真泼呀！我揍你！哎，够了啊！吃饭。别闹了啊！计划表。很贵重的，别闹了。吃吧。 我就说这边没什么意思，你看看这宴会厅，一点金碧辉煌的感觉都没有。师哥，您请坐。师哥，走。师哥，这杯酒是我敬您的，兄弟我错了，向您赔不是了。你是女人啊。 敬酒还用杯子，啊，懂了，只要水哥高兴，怎么喝都行。希望这点小误会能够一笔勾销。你以为喝完这一瓶就一笔勾销了？你想得美呀！那水哥，您说，您想怎么样？ 整个上海滩，谁不知道烟土生意是我水哥的？你敢跟我耍花招？要不是我在码头扣了你们20箱烟土，你是不是还想继续跟我抢生意呀？水哥，我们也是诚心诚意的，想跟您道歉。您是前辈，别为难我们。金凤，水哥说的没错。水哥，今天我们。 诚心诚意的向您道歉，至于那20箱烟土，兄弟我也不要了，当赔不是了。您看怎么样？那20箱烟土已经是我的了，还赔不是？你赔罪吧！世伟。 哈哈哈哈哈！师哥，您可是下一届的商会主席啊，这选举还没开始呢，您不怕落下一个欺负后辈的名声？兄弟我坏了规矩，让您水哥丢了面子，但我今天向您保证。 绝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你保证有个屁用啊！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？你还保证？水哥，您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们在江湖上行走是讲规矩的，一句话，规矩大如天。如今你坏了规矩，抢了我的生意，没得说。 把手留下。
还真给我惊喜啊！好，是个人物。啊，算了算了，看在金月亭的份上，我也不能不给你面子。这样吧，2万的赔偿费，不算多吧？不多，谢水哥。有时候我还真挺欣赏你的。 跟着金月亭，可惜了。你干嘛要答应他的条件？他不是分明讹我们吗？大不了跟他干一架，还不知道谁干得过谁呢。你还笑？水哥出了码头。 还有什么？督察，走啊，大骗子！干嘛呀？吓我一跳！你有病啊？你才是骗子！没心没肺，管你吃管你住，这么叫我，真没劲！哎，你有没有帮我找到声乐老师啊？所谓名师出高徒，你得让我好好学唱歌，早点考进京舞台，以洗清你这一身的罪恶感。 这个钱可千万不能省啊！名师呢，肯定给你找着了。山青在音乐学院给你找了一个退休的老师，专门教你声乐。至于高徒嘛，就得看你自己能不能学得好了。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学，坚决不会辜负与浪费卓大哥的情面的。完了，完了，不然呢？哦，卓大哥的情面就是浪费我的钱，就是大风刮来的，不是浪费是吗？ 哎，好了，也谢谢你的钱。王信有什么用啊？来点实际的吧，走吧。高先生，请用茶。谢谢。文忠，嘘，上课呢。 好，还不错。哎，声乐老师怎么说？诚意有戏没有？声乐老师说了，他的嗓音还真有点天赋，只要稍加训练，以后不比那些歌星差。嘿，你这恶作剧还做大了。声乐老师说了，要把它介绍到别的大的娱乐场。可以啊，你这都是解脱了呀。我就纳闷了，也不知道这金舞台是有金山还是银山，他怎么就认定金舞台了呢？ 挺好的，就是音准方面的要注意点啊。嗯，好，好。哎，你来干什么？什么叫我还干什么呀？我来救济你来了。救命恩人，我现在就差你这钱了，把钱给我吧。稿费拿去挥霍。嗯，不是刚发工资吗？怎么才5块啊？不是你要自力更生的吗？你以为自力更生那么容易啊？5块吧，你知道我一堂课多少钱吗？现在高少爷都得算账过日子了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啊！哎呀，娘，娘，来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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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
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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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时候来的？金凤小姐是晚上8点多来的，她骰子牌九什么都能赌，赌什么赢什么。我怀疑她出老千，叫了好多兄弟盯住她，就是没有抓住她的把柄啊。废话，她是金月亭的妹妹，在娘胎里就会赌博了。你们这几个废物能抓得住她？赢了多少了？8万多。你在电话里不是说7万吗？那不是挂了电话，他又赌了2句吗？哎呀，走。水哥来了，你这红酒不行，比我那儿差远了，改天送你2箱。你今天干嘛来了？干嘛？来赌场还能干嘛呀？赌呗。哎呀，可是我这还没玩过瘾呢，就被你们家老王给关在这儿了。行行行，我不会你跟林世伟拐弯抹角那套，你就告诉我今天是来砸场子的就行。哎呀，水哥，你怎么说话的呀？你家赌场大门敞开，来的都是客，总不能输的你欢迎，这赢的你就要往外赶吧。水哥，您是前辈，这么懂江湖道义的，这做生意的小小规矩你不懂啊？你别拱我的火，我要是发起脾气来，整个上海滩我都能给掀过来。那水哥，你可千万别发脾气啊。我也歇够了，再去玩2局。站住！干嘛呀，水哥？想一起啊？不是，金峰，你再坐一会儿，咱们再聊聊。没什么可聊的吧？金峰，世伟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找你半天了。我来给水哥捧场。赶紧回家，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这熬了夜就不漂亮了。水哥，不好意思，冒犯了。那水哥，世伟都这么说了，我就不玩了。不过我今天赢的钱，那就给我兑现吧。你赢了多少？哎呀，没赢多少，才赢8万块钱。8万块？水哥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2万块的赔偿费，如果方便的话呢，可以从金凤赢的钱里面扣。我觉得可以呀，水哥。我金凤也不是个小气的人，那些零头呢，就给兄弟们打赏啊。水哥，给我6万就行了。什么6万？5万？行了，走。你给我等着！怎么样？我今天表现还不错吧？嗯，是不是赌术精湛，能够称霸武林啊？还不错吧？怎么就是要还不错呢？就没有溢美之词？那你想让我说什么？宝刀未老，还是什么词儿？哎呀，你就直说，想要什么奖励，我买给你。我想要的，你都能给我？只要你开口了，我什么时候没满足过你？那我要你。天都快亮了啊！还是先好好休息。天亮了怕什么？这金舞台开业在即，我得好好准备。这种事儿以后再说。这不开业还早呢吗？开业呢是还早，但是我得好好准备。过不了几天，在金舞台，我要宣布一件大事。什么事情啊？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？你就拭目以待吧。去哪儿？我回书房，你熬了一个晚上了，得好好休息。你整天就知道忙啊忙的，就不能腾出一天时间陪我吗？那些事情永远比我重要是吧？听我的，洗个热水澡，啊。世伟，快点去吧，好好睡上一觉。
这么高档的餐厅没来过吧？带你出来见识见识。以后你要在上海滩当歌星了，难免要出入这种西餐厅。嗯，看看吧。这写的都是什么呀？啊，我还想再看一下，让这位先生先点吧。想看我笑话，没那么简单。那就来个最难下刀的。烧春鸡，黑咖啡。好，该你了，点吧。我跟这位先生一样的就可以，谢谢。好的，请稍等。看起来挺会摆气场的嘛，不生疏啊。我可是将来会在上海滩有一番作为的人，你可不准小瞧我。呦呦呦呦呦呦呦，跟我说说怎么有一番大作为啊？首先呢，我会进入金舞台，然后我一定要见到他们的老板。然后什么意思？然后呢？然后我就不用天天跟你在一起了。你想得美，你是我培养出来的歌星，如果你成了名，以后你什么都是我的，知道吗？你没工作是吧？看你穿得斯斯文文的，也不像缺钱，肯定是个纨绔子弟。我是纨绔，我其实是一个作家，我正准备写本小说呢，现在找素材呢。写小说？关于什么？上海滩啊，灯红酒绿啊，青帮风云啊，江湖老大啊，女性的自强啊，都是我的素材啊。看我活素材，我可是最自强自立的。上海的申报，那个妇女新知知道吗？上面都说了，新时代的女性就要活出自己的精彩。你居然知道妇女的新知？很奇怪吗？我虽然是从乡下来的，但好歹也是读过书的。全上海的女人都喜欢看的文章，我看看怎么了。那你就来评价评价这个南宫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我猜啊，她一定是一位很有能力、很善良的大姐。你看看她写的文章，从女性的观点出发，实在是太有想法了。你才是一位大……我猜她一定跟我一样，是一个很独立、很上进，而且很聪明的人。你对自己的评价还真是太有意思了。两位的烧春鸡。两位请慢用，谢谢。一只鸡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办。光看着干嘛呀？吃啊！哪有这一整只鸡摆到客人面前的？不切开怎么吃啊？西餐都是这么吃的好吗？我吃，你看着。西装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这会是谁闹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位朋友不太会吃西餐，惊扰各位了，对不起啊。算了算了，走，咱们的吧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冒昧打扰，请问你是前两天参加过金舞台的面试吗？对啊，你是？真的是你啊！你好，我叫丁莹。你好，那天我也参加了面试，我觉得你唱歌特别好听，谢谢。这位是，你好，我是丁莹。你知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放榜啊？我记得好像是过两天吧。希望到时候咱们俩都能够被选上。嗯，好的。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拜拜拜拜。坐下吧。我真是怕了你了。服务员，买单。好。您好，这是您的账单。旁边看看单子。兄弟，你们这儿可以赊账吗？这个先拿着。来，我把我这套西装放在你们这儿，我是忘带钱了，回头我把钱拿过来补给你不就完了吗？好吧。还吃？我还没吃饱呢。哎，他怎么把你衣服拿走了？你不是给我弄脏了吗？他给我干洗去了呀。哇，这里还帮客人干洗衣服啊？
我是常客好吗？别说一件了，洗整身都没事儿。赶紧回去练歌吧，别偷懒啊。嗯，先走了，拜拜。哦，哎，那你黄包车的钱还没给我呢。减肥吧，还坐黄包车。着什么急呀、啊！一天天的。山青。淑媛。怎么，不请我进去坐坐吗？哦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哎，哎，请进。那个，想喝点什么？你别忙了，我坐一下就走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来，我给你泡点茶。来来，坐坐坐坐。茶叶没了，我去给你买点，马上就回来啊。山青，别买了，我真的不喝茶，我就想你坐下来陪我说说话。哦，那也行。那你今天专程来找我是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呀？我今天在当铺门口看见文忠了。哦，我还以为你是仰慕我的才华特意来找我的，原来是找文忠的。文忠挺好的，他这两天住在我这儿。我早就听说了，他跟高伯伯大闹一场，离家出走了。我以为他撑不了几天，谁知道怎么好像在你这儿生了根了。嗨，你也知道文忠的脾气，倔起来三匹马都拉不住。这是。这是给文忠的，你千万别跟文忠说我来过，也别告诉他这钱是我给的。你们男人都爱面子，我懂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我得走了。要是被文忠知道我来过，那就麻烦了。那我速送你。不用了，替我照顾好文忠，谢了。文忠少爷那边开始进当铺典当东西了，肯定是没钱了。嗯，行啊，让他吃点苦头也好，省得他一天到晚江湖江湖的挂在嘴边。淑媛小姐好像是去了卓山青家，我猜着八成是给文忠少爷雪中送炭去了。哎呀，淑媛还真是个好女孩啊。我倒是一直在想啊，如果文忠这一次离家出走，能让他们两个人患难见真情，那文忠这一次的胡闹，也算是闹得值得了啊。另外，郑一水、庞达昌和金月亭他们，都分别送来了名帖，都希望邀请您一聚。啊，以后啊，他们三个人的名帖就不要接了。是，老爷。背要挺，腰要直，屁股要翘。我说了多少遍了，你看你走路走得跟个鸭子似的，你走路得走得婀娜一点啊。
哪是腰，哪是屁股，用点劲儿。哎呀，好了，不练了。你这分明是在耍猴吗你？我可能是稍微严厉了点，但是，不是你让我这么严厉的吗？你简直就是在虐待小动物！山青哥把这个房子借给我们练习，万一我累死在这个房子里，你怎么跟人家交代啊？我的训练可能是稍微狠了一点，但是我也是为你好啊。面试官看一个人是看的整体，而不光是看声音的。那个有诸于内，必行于外，对吧？你以后这多点知识，站在别人面前的时候，你可以散发出一种不同的气质了，会给别人留下良好的印象的。随便你怎么说，反正我累了，我饿了，我练不动了，给我买点吃的去。哦，到吃饭的点了，山青，去买点吃的来。他没在啊？那我去买吧。好好训练啊，不许偷懒啊。于经理，周记者，你来了，快请坐。好。采访的事情，金姐已经跟我交代过了，你有什么问题就直接问吧。行，是这样的。哦，对了，金姐对贵报上次写的特稿特别的满意，让我跟您致谢一声。客气什么呀，我写的。是这样，我先问一下，咱们金舞台确定是3个月以后开业吗？这个是肯定的。林老板对这方面还是抓得很紧的。那咱们这次对于这个新学员的选拔感觉怎么样？我们刚刚制定好了所有学员的入选名单。这么说吧，不管是从声音还是条件上来说，我们对这次的新星都是非常有信心的。程英？啊，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入选名单，但是目前还没有对外公布。我们计划是下个月1号。等正式训练开始之前，我们先开一个小型的记者会，到时候再把所有的学员一并介绍给新闻媒体的朋友们认识。所以还请卓记者多多给我们保密。好，那你放心。文忠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山青哥，你回来了。你好，文忠呢？死了。怎么死的？哎呀，开玩笑了，出去买吃的去了。你怎么还干上活了？我闲着也是闲着，看你碗没洗，就帮你洗一下嘛。嗨，我是昨天晚上请一堆朋友过来吃宵夜，把厨房弄得乱七八糟的，早上走的又早。你先别忙了，等会儿我来吧。哎，没事儿，家务活我经常干的，老在这麻烦你也挺不好意思的。哎，这有什么呀？我听文忠说你是一个人从扬州偷偷跑来上海的，你一个小姑娘家不害怕呀？其实要说怕也是挺怕的，尤其是要钱没钱，要人没人的时候。但是我都已经下定决心来上海了，就算怕也要闯一下嘛。我说你一个小姑娘只身在外，你家里人肯定特别担心。我就是为了他们我才一定要来的。这我倒是能明白。我都想好了，等我将来赚了大钱，我就还给文忠，到时候我把所有的银票都换成铜板，我砸死他，我看他还那么盛气凌人。行。哎，对了，待会儿文忠回来我有好消息要宣布啊。程英，我让你好好训练走路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在这儿呢。我让你坐你就走，我让你走你就坐，你到底有没有听我在说什么呀？你在干嘛呢？你看不出来我在洗碗呢？洗碗这种事儿让山青去做就行了。
去恨过，最后只剩下罪过。